我用手表都能调。啊？这什么表啊？当我背手风琴去公园盘大羊，公园大羊突然盘八羊。今天我来到了上海，他们说上海有很多拉手风琴大爷，我们现在去找找看吧。哎，你在练音阶？对呀、啊。你学多久了？学了很长时间的。学了很长时间了。我就学了两星期，我就学会了。我也会拉琴。啊、不可能，两星期哪里的话？哎，真的，我就学了两个星期，我没骗你。哎，你不相信我练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还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劲儿。是吗？嗯。我跟你说，我老师给了我一个法宝。嗯。神奇手套，你只要戴上它，你就能学会拉琴，一天拉十首曲子了就能。不可能，两周就学会了。不可能，你这个手套能这样的话，值老钱了的呀。所以啊，价值连城，这是我的法宝啊，我就是用它学会琴的。不可能，要不然你让我试一下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这大爷不好忽悠，我绝对不相信。赌一下，赌一下，那我让我试试。哎呦，来，你让我试一下。行，我让你试试看，我就不相信了，这戴上手套能。你想听什么呀？酒庄。酒庄好，罗塞社酒庄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拉得太好了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来塞个。来塞啊。老来塞个。送给我呀。是送什么？送给我。哦，不行，那不行的，那不可以的，这是我老师传给我的，不能给，不能给。这样，我用手表都能调。啊？这什么表啊？Nice。要找个上海男孩，上海男孩爱老婆。当我背手风琴去相亲角盘大爷，公园那一帮楚然盘八羊。今天我来到了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，打算带我弟弟，忍了你过来、啊，打算带我弟弟来相个亲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告诉我。是女的就行。爹他带上琴了，我说有手风琴在，公园相亲绝对靠谱，走。来，你就举着这个看看啊！咦，你这样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不可以。弹琴吧，你弹琴绝对能吸引来，你这都没人看，你这怎么搞？赶紧弹琴吧。我能不能不弹？不能啊，你肯定要弹琴才能吸引人来看啊！你不要再社恐了，你要为你自己的幸福着想。我帮你拿，你在这弹琴好不好？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，弹琴吧。现在弹？对。笑不活了。上海有房子吗？他有，150平米的大房子。
上海有房子。对，他真的有，他还有车。上海人，九零后。你这共有你有几套房子？他上海就一套房子，就一套。上海就一套，那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哎，但是他还有几十亩地。啊，几十亩地的地主啊，这个有点意思。如果在这些地方有房子的话，我哎不错的。那怎么样？是不是可以加个微信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加微信加微信。你看我跟你说谈一谈亲就有人加微信了吧？房子不重要，还是勤劳吧。来，让我握一下。其实房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品、才艺。人才，人才。啊，你这样的人才，一定会找到称心如意的女孩子。再拉一个，你加个微信，我给我女儿找一个对象。好，姐姐没问题，来加一下、啊、好，那个这个男小伙子我看得上的，做我女婿算了。搞定了没有？是不是可以吗？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婿。喜欢有才艺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有才艺的。喜欢会拉手风琴、啊、对吧？而且我对手风琴情有独钟，我特别喜欢手风琴。他不需要到相亲角了，马上就我们跟我女儿就联系上了。他会啊。啊，你来来，小姑娘。大爷想让我展示一下。我弟弟了，我弟弟他。来，你谈给他。我的。不是我给你谈，给谁相亲啊？三楂树。啊，可以，三楂树可以。三楂树，流行的，是那个李小棠吗？哦，是哎，偶遇粉丝，我们可以拍一张照。哦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他说是，其实年轻人也挺手都不讲的。你要找个上海男孩，上海男孩爱老婆。哦，上海男孩爱老婆是吗？对。好，